请现场呢，在现场哦，先品尝看看推动啊，产业的一个推动，感谢您，谢谢。掌声欢迎沈云峰沈议员致辞。阿林，给阿金阿咖啡也塞。是哦，造福现在的咖啡。我们得哈。我大家也等咖啡。大家点咖啡啊。谢谢您哦。来啦，赵老师呢是一位全方位的咖啡时代的这个现代。台湾咖啡。其实咖啡在台湾是有历史的，早期是皇室贵族的奢侈品，到目前的台湾社会，咖啡已经是咱平民大众可以享受的一些饮品，是非常的普遍。那今天十年的台湾咖啡节在华山这个所在来开幕，因为华山。 十年前的土石流重创了华山，那华山也因为台湾咖啡这个这样一个活动，让华山的经济产业能一炮而红，不止红在台湾，也红在世界。那今天我们在这里古坑乡用最热诚的诚意来欢迎各位，欢迎光临。因为。 台湾咖啡节，咱华山高溪变作全台湾真重要的一个观光的亮点，所以县政府当然是全力来支持。在真艰难的情形之下，咱来核定迄个计划，咱来筹备着即个经费，将伊在苏迪芬县长的任内，有法度通顺利完成迄个工程。到即嘛，迄条路还阁非常非常的美丽吼，这是县府对咱高溪乡的一个回馈，就对吼。 但今年已经进入第十年啊！我相信高溪、华山，咱这地方的属性，大家共同面临一个问题，就是讲，咱应该要重新准备了。怎么样能够恢复台湾咖啡节往日的风华，能够再造台湾咖啡的奇迹？这不但是讲高溪人的一种愿望。 嘛是咱全湖人馆大家共同应该爱来关心，大家共同来推动的一个观望的对吼。可见吼，不论是伫民间，还是咱的民意代表，还是咱在地的吼，地方的意见领袖，大家拢相当的关心，啊嘛相当的吼啊注重吼，这个台湾咖啡节吼，啊所以底下嘛要感谢几位议员，嘛因如议会支持的吼，使得管政府在台湾咖啡节来，我们可以找到250万来赞助这个活动。啊，今仔日这个活动的时阵，就是吼，呼吁咱吼啊，古坑乡公所来主办。 啊，要主办的时候时间是也是真久真长啦吼！你看对在一月初三到十一月之间，但是我们交到古坑乡公所，除了现在我补助的250万，啊，搁来交通部观光局个300万，得当办个这么老的这么车超的这个活动，讲起来是真无简单。所以今仔日咱伫遮的时候，参加这个开幕典礼，大家莫忘记了哦，爱过去荷包山，然后又要到古坑绿色隧道，然后还有星空电影院，给我们大家吼，大家一起来欣赏。 啊，所以伫遮就是啊，拜托大家的时候，多多跟我们的亲戚朋友讲，就是讲哦，伫这个季节啦吼，你看前面一排都是圣诞树，所以台湾咖啡节的季节呢，也就是什么咖啡转红豆，然后呢，圣诞又火红开花了吼，所以在这个火红的季节里头的话，其实对湖人馆，而且对全台湾来讲的时候，这个季节的话是旅游的最好的季节。我伫遮嘛特别要来感谢我们咖啡农学院，我们的校长还有教务长吼。 咱看到刘庆松，还是看到张景科这两位先生，其实他们的年纪拢不是少年，但是伊这么一个为着这个土地，为着在地产业，搁为着咱的咖啡吼，伫咧拍拼，奉献伊的吼，啊，生命吼，会当讲是吼，把咖啡这个产业的话，当做像他们的小三一样，啊，这部分的精神是值得咱吼，啊，该吼肯定，啊，值得咱该尊敬。讲这规个场地的布置里头的话，大家想想看，大家最喜欢哪个角落？大家最喜欢哪一个角落？ 啊，那最喜欢哪一个角落？像我跟两面经济帅哥同齐来喝咖啡，那个地方浪不浪漫？浪漫。那个地方，那个角落就是最漂亮，最有喝咖啡的情节。所以咖啡吼，咖啡就是咖啡，是足生活性的物件。啊，咖啡就是足浪漫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咖啡会增加我们人跟人之间。
的情趣哈，所以其实把咖啡的话当做生活的哈，离不开也行哦。那一种哈，爱用饮料来共行，我想咖啡来讲的话，就会怎么样？就会深植人心啊。不过底下是嘛，给大家邀请，2013年哈，12月25号农业博览会。那么华山咖啡，还有古坑这边的人文呐哈，还有包括我们古坑乡种种的哈，这是我们2013农业博览会要接轨的一个重要的艺术作品展或者是景点的，对了哈，大家一起。啊，集思广益啊，大家到想看麦啊，管政府真管理啦吼，这大家吼背后吼最有利的吼啊，这个吼这个支柱啊，比如讲是要人才，还是讲要吼要钱就对啦，要经费来共享，我们县政府都很愿意跟我们古坑乡大家共同来配合啦吼。啊，说好啦吼，所以这边加工受到拜托吼，甲代表会吼啊，乡乡合作啊，甲古坑乡吼变作一个吼昆林关一个足水的一个景点。啊，吼大家感觉讲要来到昆林关来共享，无来到古坑，那是伊爱后悔的所在。对不对？哦，所以要学会的对哈。好啊，今天我们特别感谢我们的李进勇哦，我们的前县长，还有我们的吴育仁吴委员，还有李议员李委员。昆林乡赞，台湾咖啡大学开学了，掌声鼓励。国宝炒哈45度，嘿，对哦。开会啊！对，嘿，好，有没有？非常的漂亮，所以哈。哎呦，这也是加几刀啊！有啊有啊。不要弄好嘞，好，好。我们爱炒肉，炒肉炒肉就无唔对啦，对啦，安尼也就无唔对啦。快炒快炒，很新鲜的咖啡，所以它这一层泡沫很多。哦，足济。啊，你先啉一下，我啉一下了。看看下吼，得搞了。来，行到边好了。谢谢。李伟，李弟。什么？李弟，作战的。我来加钱。会比较薄一点。但李碧无研究，反正拢无甲教，来实在哦。